以西结书第十六章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，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，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，你父亲是亚摩利人，你母亲是赫人，论到你出世的景况，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，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，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，也没有用布裹你，谁的眼也不可怜你，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。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，是因你被厌恶，我从你旁边经过，见你滚在血中，就对你说，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，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，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，你就渐渐长大，以致极其俊美，两乳成形，头发长成，你却仍然赤身露体。我从你旁边经过，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，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，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，你就归于我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那时我用水洗你，洗净你身上的血，又用油抹你，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，脚穿海狗皮鞋，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，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，又用装饰打扮你，将镯子戴在你手上，将金链戴在你项上，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，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，将华冠戴在你头上，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，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，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，你也极其美貌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，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，你十分美貌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，你纵情淫乱，使过路的任意而行，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，在其上行邪淫，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，也必不再行了。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，与他行邪淫，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，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，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，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，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焚献给他，你行淫乱岂是小事，竟将我的儿女杀了，使他们金火归于他吗？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，并为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子。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，主耶和华说，你有祸了，有祸了，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，在各街上做了高台，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，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，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，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，加增你的淫乱，惹我发怒，因此我伸手攻击你，减少你应用的粮食，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，使他们任意待你，他们见你的淫行，为你羞耻。
你因贪色无厌，又与亚述人行淫，与他们行淫之后，人不满意，并且多行淫乱，直到那贸易之地，就是加勒底，你仍不满意。主耶和华说，你行这一切事，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，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。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，在各街上做了高台，你却藐视赏识，不像妓女。唉，你这行淫的妻啊，宁肯接外人，不接丈夫。凡妓女是得人赠送，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，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。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，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，你既赠送人，人并不赠送你，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。你这妓女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的污秽倾泻了，你与你所爱的行淫露出下体，又因你拜一切可憎的偶像，流儿女的血献给他，我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来，从四围攻击你，又将你的下体露出，使他们看尽了，我也要审判你，好像官长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。我因愤怒记恨，使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，我又要将你交在他们手中，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，毁坏你的高台，剥去你的衣服，夺取你的华美宝器，留下你赤身肉体。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，用石头打死你，用刀剑刺透你，用火焚烧你的房屋，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。我必使你不再行淫，也不再赠送与人，这样我就止息向你发的愤怒，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，我要安静，不再恼怒，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向我发烈怒，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，你就不再贪淫，行那一切可憎的事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凡说俗语的，必用俗语攻击你，说母亲怎样，女儿也怎样。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，厌弃丈夫和儿女；你正是你姐妹的姐妹，厌弃丈夫和儿女。你母亲是赫人，你父亲是亚摩利人，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，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。你的妹妹是索多玛，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右边。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，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去做。你以那为小事，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。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你妹妹索多玛与她的众女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。看啊，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，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，粮食饱足，大享安逸，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。他们狂傲，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，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。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，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，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。你既断定你姐妹为义，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，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，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义。你既使你的姐妹显为义，你就要报愧担当自己的羞辱。我必叫他们被掳的归回，就是叫索多玛和他的众女
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，并你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归回，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，并因你一切所行的使他们得安慰，你就报愧。你的妹妹索多玛和她的众女必归回原位，撒玛利亚和她的众女，你和你的众女也必归回原位。在你骄傲的日子，你的恶行没有显露以先，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妹索多玛。那受了凌辱的亚兰众女和亚兰视为非利士的众女都恨恶你，藐视你。耶和华说，你贪淫和可憎的事你已经担当了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，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。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，也要与你立定永约。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，你要追念你所行的，自觉惭愧，并且我要将他们视你为女儿，却不是按着前约。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，自觉报愧，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